主料：红薯粉丝30克，鸡柳30克，海带丝20克，胡萝卜15克。辅料：油、盐、香葱、十三香。鸡精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红薯粉丝、鸡柳肉、胡萝卜、香葱、海带丝儿取出，鸡柳肉稍解冻，切成细丝儿，胡萝卜切细丝儿，海带丝儿洗净，香葱切断而备用。热锅冷油，倒入鸡柳肉煸炒，倒入胡萝卜煸炒，加入足量的水，放入粉丝，粉丝煮一到两分钟后，放入海带丝儿，煮至海带丝儿熟透，该小火焖一会儿，加入了调味料调味，装完撒上香葱即可。烹饪技巧：如果滴乳挤滴醋，口感更棒哦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